我是身在乾阳爱县少泉经销商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呢分享一下真假与杂牌的这个爱店的比例与检测。这一项呢是市场上假货，这个是真货，在对比之下非常相似，外观看来非常相似，这个是假货，这个是真货。还有呢，市场上的铺天盖地的杂牌，很多很多。那我呢今晚呢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货的比例。真货我们把它拿掉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磷离子，然后通过燃烧，你看真货的是烧不着的，是烧不着的啊。真货我们放到这里啊。还有呢，这个假货，市场上的假货，市场上的假货我们也来检测一下啊，一样的，看外观非常相似。哪六这个磷离子我们通过燃烧，你看它是塑料做的，着火了，而且这个火气非常旺，这样子呢就把这个呢烧掉了。你看换下跑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它还是会着火，这个就是假货的东西就那样子了哈。现在我分享的就是杂牌，市场上的杂牌，杂牌我们也把它拿一个出来，对不对？也拿掉这个磷离子，你看，它也着火了，它也着火了。现在我们拿出原来的砖的东西对比之下，你看，不管下面火多旺，也烧不着它，你看也烧不着它，烧不着它。这说明了真假的问题，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塑料通过热度，这个艾灸的热度，渗透人体，破坏人体的组织与细胞，对人体的化学是黑心的，是这个是违反了天理良心，这个不能用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是深圳前海RIT的真品，它维护的是人体，给人体注入的是什么呢？渗透的是那个纯阳之气，给人体带来健康。我们又认清了这个正品与杂牌与假货的这个问题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行善积德，不违反天理，不能黑心，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，做一个有天理良心、行善施积德的人类，为呢全人类的普及这个健康的推广，弘扬纯正的深圳前海爱爱天。